假期你都在做什么？他爱自拍，也爱拍人拍物。大家好，我叫陈金润，今年在墨尔本大学读大二。因为之前我姐姐送我一台相机，所以我拿相机之后就出去拍照，然后发现自己拍得很好。我看到什么东西有趣就拍咯，像人啊、树啊、动物啊，就看得到就拍咯。澳洲放暑假，曾静任回到家乡大马槟城，用相机写生活，也在父母鼓励下接受挑战，加入慈济的真善美影视志工行列。新年快乐！从采访圣友大男孩见苦之福，他回来会跟我们分享他的采访的一个感受，然后会把整个采访的一个故事跟我们分享，说即使是圣友，可是他们还可以很乐观，我相信他在这里也是学到那种精神。可以想到别人，可以帮助到别人，只是在做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，做就对了。透过年轻人视角，每张照片承载着人生百态。台新闻魏丽柔、朱凯琳、陈敏、马夏报道。